说起娱乐圈的友谊，姑父张又廷和岳公子林更新可以说是微博热搜的热度保持者，二人频频占据热搜榜，很多人都觉得两个人的关系真好。这林更新更是狠话赵又廷离不开他，如果不是赵又廷有了高圆圆，很多人都差点以为赵又廷跟林更新是一对，为友谊点赞。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认识，关系这么好，是因为一部电影《狄仁杰》系列的大电影。他们其实已经合作过三部了，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、《痞子英雄二》，现在又在拍的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。其实从《痞子英雄》开始，他们就是好朋友，好几年了，友谊长存。每当两个人出席在公众场合，网友的脑洞更是大开。过生日，两个人也是同时互黑。赵又廷和林更新兄弟情在破裂的路上越发的坚强。各种尬舞和合体的照片和亲密间的亲密互动小可爱动作，两个人在一起特别搞笑，更加是剧组里的搞怪二人组。林更新果然是赵又廷的好闺蜜，有种称呼叫赵又廷夫妇和高圆圆。热气暴涨的林更新凭借着盛世帅颜圈粉无数，更是迎来了自己的事业高峰期。